後面呢一個項目咧就叫做富景公館，之前我哋早期都影過嘅。咁今日點解會再過嚟呢度呢？就因為咧五一嚟啦，咁各大開發商咧陸陸續續都推出咗呢啲活動啦。咁有個好消息要同大家講，就係我哋呢個富景公館嘅話咧，而家咧進行咗特價大促，究竟個折扣有幾低？阿欣而家帶大家去睇一睇。咁呢邊咧係我哋本身坦洲成熟嘅一個商業街嚟嘅，咁周邊嘅話咧，啲奶茶鋪越開越多，越嚟越旺啊！咁嗱，公交車站啊，市場喺附近啦，超市又有齊啦，啊 M 記啊、K 房啊、木竹啊，一條龍服務全部都有啦，啲食街都齊啦。咁我哋而家喺外圍咧都可以見到啦，其實我哋整個富景啦，佢現樓嚟嘅，裏邊嘅話咧入住率都唔差㗎。咁我哋入去裏邊睇睇，邊行一邊同你哋講解一下哦。佢而家嘅話咧，早期我哋過嚟影嘅時候，我記得咧一個細面積嘅户型嘅話咧，總價都需要四十幾萬一套啦，四十五、四十六咁樣。而家僅需要三啊，仲要係高樓層25樓以上嘅單位，30萬嘅總價你就可以買到一套附近的公寓了。那這邊的一個投資回報率呢其實非常之高的，我們粗略地計算一下啦，你這邊租千多元一個月，這裡最少可以租到1200至1500之間的，那我就按千取中間價啦，1300好嗎？1300跟大家計算一下，一年的話12個月再除回30，最低的回報率又5厘2，這個是按1300，這個是最低的回報，如果高一點1500的情況下，你基本上去到6厘的了，這個回報率其實是很可觀的，比一般的住宅仲要高很多倍，很多，直頭是翻一番的回報率。因為目前現在的住宅的話，你以坦洲為例都要百幾萬一間三房，樣你的租金都是2000至3000元，你計算下來都是2至3厘的一個回報，現在你這裡是翻了一番啊，接近6厘的一個回報率，其實是非常之驚人的啦。咁同埋咧，你完全不需要擔心放租的問題，因為佢樓下的話咧，已經有很多間酒店咧係入住咗啦，你隨時可以在下邊咧放租秒放。如果你自己租咧長租咧，呢度都好多人租，即係呢度係唔休租嘅，所以你的回報率咧係穩定、固定，同埋咧長期的一個回報，回報率亦都非常可觀。如果是自用的話，這裡就更加方便了，樓下有公交24小時，然後樓下的這條食街又是24小時，是啊，什麼都有，超市就在樓下，然後市場就在旁邊，方便。這個項目是目前坦洲我自己覺得性價比最高的一個項目，現樓現證，搞定手續即時收樓，即時出證。樓下又有美業街，是啊，美宜街啦，嗱呢啲咁樣嘅公寓啊，放租嘅大把咯，然之後成熟現樓，早期嘅話我都已經覺得呢個項目係非常之唔錯噶啦，但係嘅話咧，早期佢嗰個價位咧，相對嚟講少少高，係啦，但係而家咧真係，我覺得係好適合投資，算係小投資但係大回報嘅一個項目嚟嘅。而且佢呢度租嘅人都好多，好多啊！嗱，靚女中意嘅美甲店啊，然之後
奶茶鋪啊、美食啊、買衫噶，呢度一應俱全。嗱、啊，咁好似我哋 K 房啊、沐浴啊、洗頭按摩啊，呢度都有曬。我哋而家咧就喺一棟29樓嘅示範單位，呢、這、一個户型嘅話咧就係、是目前賣緊啦，面積最細、單價最平嘅一個户型嚟嘅，總價300,000啊，27平方。咁佢係無坯交付嘅，佢到時候因為價錢平咧，佢就唔包含裝修咯，總價300,000，27平，無坯交。而家你見到嘅呢一個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整體嘅呢、這個創意示範單位。係啦，創意示範單位，你可以裝成咁樣一模一樣冇問題。僅需要58,000的裝修費，你就可以拎包入住裝曬，然後配埋傢俬電器咧，所有家具一應俱全配曬俾大家。咁類似於呢個咁樣嘅設計，即係同樓下啲酒店一模一樣，就加多58,000就拎包入住。如果你係唔需要嘅情況下，無坯咧就30,000一間，啊就係咁樣嘅一個大細。衞生間喺呢邊，然之後呢個位置咧就係放床同埋放衣櫃嘅空間啦。咁我哋嘅話咧，因為呢個公寓咧，佢就唔可以用明火啦，佢就只能夠係做電磁爐輕餐啦。你到時呢度轉個推拉門就 OK 啦。咁然之後呢邊又可以放你嘅梳妝台。咁有一個好處就係咧，我哋係有呢個露台，係啦，大露台就可以望到景觀，同埋通風透氣都好好噶，採光好好咯。咁目前賣緊嘅樓層嘅話咧，都係高樓層嚟嘅，30,000一套，佢唔係低樓層喎，佢係高樓層喎，25樓起，最低都係25樓起，所以樓層嘅景觀視野效果咧，同我哋而家見到嘅其實係差唔多嘅，嚇，呢一個咧就係最細面積啦。咁我哋仲有一個大少少嘅33平方，33平方嘅嗰個嘅話咧，總價就會高少少，36,000左右，都係無坯，我哋而家去睇下。佢呢度嘅話咧，就比較多嘅電梯，户數雖然多，但佢電梯都足夠嘅。呢、這個單位嘅話咧就係33平方，36,000左右嘅總價，27平嘅就係30,000，都係無坯交，空間就會大少少。其實多幾平方嘅話咧，就感覺唔出有咩太大嘅差別嘅。係。係，因為咧都係睇你個裝修出嚟嘅一個視覺效果啫。同樣一樣嘅話咧，都有露台，只不過呢一邊嘅景觀嘅話咧，就更加開闊啲咯。咁我哋25樓以上嘅賣緊嘅呢啲單位咧，全部都係冇遮擋噶啦，望出去可以望到曬坦洲嘅夜景啦，非常之漂亮嘅。咁咧，除咗呢啲細單位咧，咁佢同樣咧，你想要嗰啲一房一廳啊，40幾平方嘅都有，不過價錢相對嚟講就會貴少少啦，都係以無坯咁樣交付。咁佢而家係一個現樓現證嘅一個情況啦，買咗嘅話，俾完錢即時咧就可以咧搞手續，然之後網簽啦，同埋咧辦理呢、這個交咗税就可以辦理呢個房產證啦，非常之快啦。咁同樣嘅話咧，你如果係需要裝修咧，咁佢我哋開發商呢邊咧都會提供咗裝修套餐俾你咧，你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咁你想自己裝咧都 OK， 呢邊嘅租金回報其實都好可觀，好似27平方嘅1200到1500之間，33平嘅就多100-200一個月咯，係啦，咁再大少少嘅租金就更加貴啲咯，但係呢度就非常之好租嘅，咁我哋早期都拍過幾條富景公館嘅呢個視頻㗎啦，有關於佢嘅呢個地理位置啦，同埋佢嘅一啲周邊嘅情況配套啦，大家都可以翻看我哋往期嘅視頻啦，進行一個詳細嘅一個了解嘅。咁呢啲單位全部都係51嘅特價單位啦，比市面價咧就平咗啦，最平都平咗10幾-20萬去啦，嚇，比我哋早期嘅呢一個介紹嘅時候咧就平咗好多嘅，咁大概係幾千蚊一平方係絕對有㗎啦。同呢邊嘅二手嚟講嘅話咧，我哋都仲要係呢個特價單位都仲要係佔優勢嘅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可以選擇嘅情況咧比較多，25樓以上嘅單位咧都有貨殼，都可以俾到大家揀到啦。咁如果對佢感興趣嘅，歡迎大家咧來電 call 我哋啊！感謝大家嘅觀看，下期見，拜拜。